他假装他要前面直接来一个，他右转，啪就插进来，来一个插队。行车记录器拍下，转进停车场前，一台红色轿车突然切入。不满被按喇叭，红车的车主下车找人理论。是他在后面一直扒，一直扒，我要问他说。对啊，因为你插队嘛。你插队，人家扒你，你插队，人家扒你，对吗？对啊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！插队行径引起排队车辆不满，事发就在23号晚上7点，台北美丽华的地下停车场。在这个争执过程当中，就是其实这台红色车的车主有点已经做事要打这个那个的车主，还有我先生。那大家都是跟着排，那你怎么可以讲说你绕几圈？那你随便讲，你讲说你绕了100圈，在最后一个转一圈，那我说。明明看到红色轿车插队，保全却还是依旧放行。后车车主致电美丽华，刚开始他就是有点白目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那不就插队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反应的意思，你这个反应是觉得插队这件事情是所谓吗？”对此，台北美丽华回应，针对排队停车动线会再进行调整，保全部分也会加强管理，避免插队情况影响消费者权益。被插队当然会很不高兴啊。然后，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遵守规则。他都花那么多时间，如果有人突然插队，对啊，所以当然会很生气。根据法规，一般道路骤然变换车道、逼迫让道，最高可罚1800元。不想排队，一时抢快，得不偿失。三立新闻王宣爽台北采访报道。